的特助，你怎麼在這？現在你就是要把所有的事情都送來我這就對了。我今天一定會跟老闆把這個行李說給我聽。事實就是大餅要騙我你爸爸拿走啊，你跟我說你沒得到好處，我不是。是怎樣你一個這麼大委屈，都要自己人吞到肚子來？我還在期待什麼，心態也不會叫來了。你別再說了。金明，我愛。三立台湾台三十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喝牛奶会不舒服？每次喝都会不舒服吗？对。你讲什么情况啊？我也无结过婚啊。无彩，阮子孙对你安尼思思念念，你竟然该放袂记啊！后来子孙因为要开车送你去病院，车碰啥？那怎啊死啊？你好白讲，你好白讲。坏人，不要欺负阿姨，我要保护阿姨。三立台湾台三十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清明休假一半，到一个新的场所，讲生理正常，拢会先去补妆，我阁有时间给一个 surprise。我不是店仔，我是。我提到一部来替你服务，来特助。你来吃这个独卖鱼啊？今仔日这个机会多送给你。安尼唔好，这个多谢你。坐这位置的人啊，必须要有饭店相关的管理经验啊。罗家波，你坐这位置上个适合。这件代志真正足危险，不是咧讲生笑。问题掌握个志汉，阿母也是拢讲好啊。不过志汉咧就真正足危险的，伊一个无说你，就有可能会失去性命。是安怎？你一路这样大委屈，我爱自己人吞到巴肚来。你卖个讲啊！金明，喂，我对你个讲啊！妈妈，有一个真大胆的想法。是阿爸安怎配合？咱先把迄个母子带入门，哦，伊计有新生囝了，去帮助恁爸爸，救恁爸爸。是到你想要一脚把迄个母子踢开，我拢袂阻挡，好不好？无彩，阮子孙对你安尼思思念念，虽然我做无爱你两个做伙，啊，不过你甲阮子孙，恁两个人佫有囡仔。我唔知你在讲啥。哎，你说。不要欺负阿姨，我要保护阿姨。